平泉西路站到了，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36号台北捷运淡水新线综合新路线平泉西路站10:01。我把这是一台开往淡水，一台开往向上。阿老，你要走去哪里？开往象山，106号有C30、031、032编组。刚也没有，刚我是讲有106 C30、031、032。我刚有一班是淡水的104有C30、006、005编组。刚也有，刚我是讲雪关的行吗？你点零幺分76号再见，拜拜。